基於呢排成日都唔喺香港，咁前幾日就係拖緊翻嚟，一路都未有時間翻返去剪片房。咁我記得我哋第一剪嘅時候係三個鐘頭咁長，咁當然嗰個係講緊我哋真係將所有我哋拍過嘅嘢擺曬落嚟三個鐘頭，咁跟住就出現譬如兩個鐘頭啊兩個半鐘頭兩個鐘頭零九個字呢個版本，一路一路縮短去到你哋睇緊嘅102分鐘。咁我相信會係下年嘅事情，我都希望盡快，因為佢裏邊有啲場面就需要啲時間，因為裏邊係需要啲特技嘅幫忙。但係我都希望可以將我幻想嘅世界，盡量拍過嘅東西都放翻入去呢個導演版裏邊。多謝你。恭喜 Cine Times 正式開幕，希望你哋快啲嚟睇殭屍，同埋睇呢度嘅戲服同埋 poster 嘅上展。